欢迎大家收看马高斯 TV 和马高斯。在开始这条片之前，欢迎大家订阅 YouTube Channel， 出按埋个钟仔，一有新片你就会知道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开始今次的影片。那首先就要意外，那适逢今日就是复活节假期啦，而且戏院也终于快将复活。那虽然今次就无缘搞电影包场，那不过马高斯都想搞点活动给大家，那于是又决定搞送飞活动，就是送蒙面超人剧场版的换票证。那因为上次送飞活动就收到不少意见，那原来啦就有不少小朋友参加，那但问题太难又未必识答问题，那所以今次我就调低返问题的难度。那活动玩法都很简单，只要去 Google Form 度回答五条问题，然后再去赞好我的 Facebook page，咁个 page 就叫做马高斯的空想日记，咁然后再去赞好加分享送飞活动嘅贴文，咁做齐以上步骤，再答啱问题就 OK 噶啦。咁得奖名额就合共有五个，咁每个得奖名额咧都可以获得两张门票证。咁答啱晒嘅第四、21、32、50、71位朋友就可以获得奖品。咁如果唔够71位答啱嘅话，咁就我自己私有化攞去睇噶啦。咁之所以系呢五个数字，就系因为4月上映嘅4、21号上映嘅21，同埋全部蒙面超人电视作品嘅32。咁跟住就系50周年嘅50啦，同埋戏中穿越去1971年同埋2071年嘅71。咁活动就会喺今日4月15日开始，咁截止日期就系4月18日23:59。咁通知日期就系4月19日嘅12点正。咁得奖者就会专人通知领奖方法啦。而參加者就必須是香港在住人士。咁 Facebook page 同埋 Google Form 嘅 link 都可以喺內文又或者留言欄嗰度揾到。咁就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。咁最後再講多句，我愛身影。咁今次呢條片就去到呢度。鍾意呢條片嘅朋友記得俾個 like 我，歡迎大家一齊留言討論。